专注的把线给带好就好。没错。在局又中，哎呀，这一波看爆，远距离带走了这一个伊格，这边的话呢，一个小心的推，打出效果还可以，直接逼出了对方的瞬移，抓到你了，乐多，乐多被带走了吗？选择连进来，这边的话呢，克莱斯，哦，一记枪给带去进来，开大牛人 ，NK。那这边脱险是交的情况，等一下，这波开到人了，有敌人被秒了吗？被对方倒，敌人这边是没有瞬移的，被流出会倒下。最后一滴成功活下来，阿峰从侧面都进场掩护队友都撤退，阿峰的位置是有瞬移的哦，阿峰在侧面想坏坏，赶他回血了，不输了，直接开这边，好，两个人都进场想找谁呢？乐多选择上去跟对方单挑，放到 NK 的位置，这边的话呢，阿峰两段位移缴出来，但还是被秒杀了， HK 的也开刀下。